出发，堵他。 你说你被车撞跟我哥没关系吗？你是怎么让司机的口供对你有利的？怎么弄丢行车记录片的？我不记得我有说过，我被车撞跟你哥没关系。最后一次机会，不说就没了。你唬我。 是我的，你也是想要他死的，你动手跟我动手，有什么分别？其实你老公一直弄错了一件事，他以为不止他一个人能证明我哥是冤枉的，不过现在是了。你杀了我老公！ 我不会帮你的，是吗？是吗？我老公是因为你哥被车撞得昏迷，我要为他报仇。我瞒通了警察，叫他让司机说假口供，之后还偷了行车记录片，就是想弄死你哥。我还没问完呢，证据呢？ 证据，在家里保险箱。只要我没拿到证据，谁也不能动这个女人。你也是想要张启瑶的命，她人都死了，让她老婆多活一会儿也无所谓。总之我拿到证据就会帮你处理善后。放心，你的地盘我会帮你看管，安心去陪你老公吧。 看更多 TVB 精彩节目，欢迎询问各电视平台订购优惠18778938888。